再来看反课纲运动，学生代表朱正今天下午在脸书上贴出声明，他将与另外两名学生代表王品珍、梁燕柔一起退出决策核心，并且退出第一线。外界质疑学生内部不和，对此学生代表陈建勋回应，不是意见不合，只是大家都累了。他们支持和肯定朱正的决定，但是不会影响接下来的行动。由于台风逼近，陈建勋表示会综合考量是否撤离，最快今天晚上宣布决定。